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尔湾的住宅区，美国老百姓都住在这个里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是天高云淡，云淡风轻，这种房子还是一家一户，自己有自己的院子，然后有这种风光，而且现在是圣诞节，有圣诞的这种感觉了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